野蒙村耿老木家的蚕已经开始吐丝了，他让蚕直接把丝吐在一个木板上，接下来便是一块丝绸，然后耿老木带领晚辈在这样的丝绸上刺绣，做成苗族的节日盛装，他们称之为白鸟衣。衣服上美丽的蝴蝶和鸟是他们的图腾，还有一些条纹象征着他们作为蚩尤的后代在迁徙中所走过的黄河长江。丝绸记录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包括他们养蚕而不搔丝的习惯。和大山深处的苗民不同，早在4700年前，浙江前山样的先民就用搔过的丝织出了最早的平纹织物绢。这个的里头布啊，这是那个裤子，对对对对，在里面的，哎对，现在这骨子裤也找不到，哎，用老了一辈多了。嗯，俺老了都是三四辈了，哎，三四辈了，我就够七十了，这不是我还保存着它。我估计你这个，你最起码是清朝时期。哎，对对对，就是啊，卖给你，我真不傻的。那你自己什么价格能卖呢？2000-3000。啊。我跟俺老母，俺老母亲80多了，说给他个都不是多花花过。啊，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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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耀林以织绢为生，他的丝绸厂为意大利的奢侈品牌提供白绢。生产之余，他将积累的资金用于保留传统的织绢技艺。2000多年前，山东昌邑属春秋战国的齐鲁之地，齐丸鲁缟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丝绢品种。昌邑的绢质量好，相邻的潍坊人便用来做风筝。张克杰是做风筝的高手，尤其以蝴蝶见长。儿子张建民时常向父亲请教做蝴蝶风筝的要领。大蝴蝶风筝啊，怎么制作？费得几何？用绢，它吃风量好，不易刮坏。怎么好处几何看？画吧，还得考虑它装饰问题。花蝴蝶，花蝴蝶，我正考虑哈，梅花怎么叫花蝴蝶呢？前几年，张克杰曾经组织了老年风筝队，打算做个百鸟朝凤，和几个老伙伴一起放。他平均每个月都要扎一只，3年下来，各种各样的小鸟做了几十只，但老伙伴们相继离世，他也就渐渐灰心了。但是这想想，你这年纪了，怕是蛮不成的。张克杰的几十只风筝全部用丝绢扎制。现在，方圆上百里，只有魏耀林那里能够用手工制造这种绢。绢是出现的最早的平纹织物，手工制造要经过络丝、千金等8道准备工序，其中刷机最为关键。先将丝线浸入豆浆，然后用特制的刷子将豆浆再一次刷上精线，力道的均匀、干湿的程度，决定着织造的顺利和绢的质量。现在只有一位79岁的老师傅还掌握这项技术了。扣，控制着丝绢的宽度和密度，一般幅宽56公分的绢布，经线要穿过1170个扣齿，成语丝丝入扣就来自这里。鬃是织机上最为重要的部分，鬃框上牵拉着鬃线，每根鬃线上有个称为鬃眼的套，经线从鬃眼中穿过。最简单的织物，单数穿一片鬃，双数穿另一片。鬃是1000多根经线编组工作，织布人脚踩踏板，
拉动鬃片上下，使经线形成开口，梭子带着纬线穿过。织一匹长30米、宽不及1米的布，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汉代绢属贵重物品，一般人穿不起。绢在古代除了用作书写和绘画，更多的是做成服装。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的衣物中，绢的用量最多。其中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164×66根，堪与现代降落伞媲美。安阳航校存留的绢制降落伞，织物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50×64根，这就是说，2000多年前发明了降落伞的话，中国丝绸工匠是能织出降落伞用绢的。轻轻薄薄的绢，凭借风筝拉近了人与天空的距离。山东潍坊最负盛名的是蝴蝶风筝。当地人有10个风筝9个蝶，9个蝴蝶9个心的说法。父亲张克杰已经90岁高龄，张建民打算做一只绢制蝴蝶风筝给父亲庆生，但要做一只大型的蝴蝶风筝，就需要上好的绢布。人工做的绢布呢，厚一点，结实，强度好，好制作，好绘画，保留时间很长。魏耀林决定送给朋友一块手工制绢，帮张建民完成心愿。浆刷的好不好呢？他刷的特别好。织的时候没有什么断头什么的，毛丝没有吧？没有什么断头。刷子也非常关键，这个刷子是用一种马兰草的根做的，别的东西做的不能用。吃浆不圆，这个浆刷不圆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上下摩擦，就容易产生这个起毛，起毛以后就断头，断头以后织出来的绢质量就不好。虽然已经没有人会做这种神奇的刷子了，但魏耀林每年都要将几株马兰草移植到公司的院子里。他期待着有一天能找到会做刷子的能工巧匠。张建民拿到了魏耀林做的绢布，画起来也得心应手。他继承了父亲的家传，也画得一手好工笔画。手工丝绢风筝终于做好了，大家一起帮张克杰完成百鸟朝凤的心愿。绢的，要是不是绢的话就不好呀。绢的仍然好穿啊，大风小风都行。放放试试，再放试试。好嘞，放放。我没想我九十我还得放风筝，我风筝也不亏我90年啊。最简单的丝织物，最古老的技艺，带着祖先的温度，穿越时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资料室，保留着一尊妇好墓出土的铜方仪，屋顶式的盖上留有织物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是螺。相比绢而言，螺是一种在织造上更为复杂的丝织物。经线绞转后与纬线交织，在织物表面形成孔眼。徐山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每年都推广一种苏作服饰。2016年的计划是螺，他找到周佳明来定制面料。哎呀，真漂亮呀！这中间还都有装花，现在做出来，而且我觉得特别时尚，有现在那种大牌
还未必能够设计出来这样的。我们想做一点罗的轻薄的外套，您推荐一下，帮我参谋参谋，有没有合适的花纹啊什么的？您推荐一下。宋代的王生墨，暖中的王生墨里边好多好多，这个好多非常漂亮。那你给我参谋参谋呗。好的，这个我那个找资料给你看一下，这几个图案都很好看的，你看啊。蔷薇山茶花，这个呢好像不是非常均匀。那就它了呗。好。那还是就用这个。周佳明有自己小小的织造房，小到每天清晨要到菜场给自己和员工的午餐准备原料。当然，他还是丝织高手，擅长做各种各样的丝绸面料。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行走于古今，探寻先辈丝织技术的奥秘。一个日本人呢，通过他的中间商嘛，拿来的时候呢很大一块，就是把它剪成一小块一小块，每个人去都拿一块，比如说你们谁做得出来，就是这个炉啊，谁可以去他们客人下单子的。熟悉各种丝织品的周佳明从没见过这样一种螺。周佳明以往织的螺是两根经线相交，而这块螺沿着某一根经线梳理过去，发现它不断和相邻的两根线搅动前行。他找来了四种不同颜色的麻绳，制作了一个模拟台，寻找这些经线相交的规律。最后他发现，每四根经线循环成组，与左右邻组再相交，组织结构是链状的，十分复杂。我们的思维好像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部都是经线都是直的嘛，但是它是从左边到右边，再从右边再到回到左边去，感觉能做这个东西的人真的很厉害。研究出组织结构以后，就要在织机上织出这种特殊的织物。织螺关键在于穿鬃，织这种螺若要方便经线相交，必须将经线交叉后穿过鬃眼。穿鬃的过程极为精细，20年来都由周佳明一个人来完成，别人无法替代。软鬃容易互相缠绕，每绞一次都要用手指整理清楚，极大地降低了织造速度。1996年拿到布样以后呢，到1997年就是可以买钱了，前后花了1年呀。然后后来就是做的成功了，订单下了很大的。出于拿到订单的目的，周佳明织出了这种奇怪的螺。一位搞纹样设计的朋友来到厂里，看到他织的东西，大吃一惊。他说：“老周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小厂有这么多好东西。”他说：“这是四件角螺，就是马王堆里边有这一种布。”周佳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织出了千年旱螺。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丝路织绸特展，周佳明赶去参观。20年后，他终于见到了马王堆朱红杯形纹螺，传说中的四经角螺。这种轻薄透孔的丝织品，在宋代最为盛行。
南宋周雨墓出土的四件罗制衣物都是四金角罗，其中牡丹花罗尤其精美，但到明代四金角罗已经很少见到，清代以后就不见踪影了。周家明在无意中恢复了这项失传的丝织技艺。由于四金角罗只能手工操作，一个熟练织工每天只能织出5公分，织完一匹罗往往需要6个月的时间。做了64根，后来就是做80根，可能60根跟80根的制造的难度要翻一倍，因为它那个丝线一来一去，稍微用一点点力，这个丝线就要断了呀。只要静下心来，一天能做个几公分，我算已经了不得了。与四金角罗不期而遇20年了，周家明一直坚持着半手工织造。由于价格昂贵，没有什么市场，只能等着客户上门定制。周家明织着豪华的丝绸面料，却没有豪华的厂房和设备，就这么执着地与古代那个聪明人对话。市场肯定没有，好像我们有一个跟梦想一样吧，估计80根做出来就是100根，可能也能做出来。现在，周家明已经开始挑战每公分120根了，因为马王堆出土的就是这个密度，他觉得很难，不知能不能成功。荆州博物馆的展示里还有一种罗织品，等待丝织工匠的挑战。好，来看一下，在空白的地方啊，没有绣上图案的，它全部呢都是呈蜂窝状的，并且呢还是6边形，有凸起状的，也就是比较类似于我们现在文藏的这种形式。我们把这个原件和复制件来进行一下对比。复制件呢，它是在绢上面绣的。绢呢比罗是要厚重很多的，我们发现呢，在绢上面绣出来的图案呢，没有在罗上面绣出来的平整，并且也没有在罗上面绣出来的有立体感。非常遗憾的呢，是这个6边形有凸起状，这个罗的织法呀，目前是已经失传了。从古至今，罗的孔眼里不知藏有多少秘密。周家明织的罗已经下机，立刻成为徐山踏春的最佳衣着。南宋的蔷薇山茶花沐浴在苏州早春的茶园里。泾县、潍县这都出来了，平纹啊，平纹的。王亚荣是中国丝绸考古专家，中国许多重要墓葬的丝绸发掘保护都曾由他主持。2007年的静安大墓更有一次令他此生难忘的考古经历。这个非常特殊，47个棺木，体质人类学的专家做性别的检测，都是女性，年龄从15岁到25岁。每位殉葬者脚部的位置都有一个竹丝，类似今天的整理箱，竹丝中装着各种纺织工具和生活用品。根据这种现象，专家认为他们的身份很可能是织女。出土文物证明，这是一座东周时期的墓葬，距今2500多年。6号棺中的一块织锦抵御了漫长岁月的侵蚀，色彩鲜艳如初。
这么早的出了织锦还了不得，测密度以五六个人测，最保守的数就是泾县呢，每公分240根，马王堆的有织锦，而密度没有这么高。锦是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诗经用七夕匪夕来描述锦的花纹错杂，错杂的花纹用两种以上的彩色丝线以多重组织提花织就。2500年来，织造技艺创造着斑斓富丽的极致之美。在社科院考古所的丝绸复制基地，王亚荣邀请工艺师复制这块密度超高的锦，挑战2500年前丝织技术的难度。首要问题是选择织机。最早的提花是用腰机，手工挑起需要显现花纹的丝线。现在的少数民族地区仍有这样的手工编织。东周时期，应该有了提花织机。出土于战国中晚期的五人动物纹锦，透露了织机的秘密。锦的左侧花纹中有一排明显的错误，从上贯穿到下。如果是手工挑织，发现错误可在下一个花纹中改正。这样的一错到底，显然在之前穿宗就错了，改正将比重织还难。汉代以前的锦都是经线显花，与纬线交织的是两组不同颜色的经线，交替沉浮呈现花纹。由于经线的起落更加复杂，一根经线会穿过多个宗片，宗片管理着经线的运动程序。古代文献称这种织机为多宗多孽，宗片多达100以上。以往的考古发掘只见织物未见织机，多宗多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装置，一直是个谜。2000年前，汉代的提花织物蜀锦也是经线显花，而且一直流传到今天。追寻蜀锦的织造方式，或许能够发现多宗多孽织机的踪影。操作的时候有点像同时操作的，对，上面做一个是吗？上面它主要是管这个纹样的图案，你看见这个图案由上面控制的啊。比如说两个人，一个拉花，一个投梭，说两个人要配合的。遗憾的是，现代蜀锦织造已经使用唐代以后出现的花楼织机了。那么汉代是什么织机织出了闻名世界的蜀锦呢？汉画像砖上记载了织机的形象，但它是一种斜式织机，不能提花。在探索中，王亚荣想到成都郊区农村的一种织机。当年的村民戴有权家中就有一台，经过修理还能使用。这种织机民间称为丁桥织机。织机的脚踏板上有32个竹钉，32个踏板控制着32片宗片。戴有权织出的花边虽然与2000年前的蜀锦同样是经线显花，但因为只有32个宗片，无法织出蜀锦上的大型花纹。王亚荣要复制的东周几何纹锦恰恰花型不大，因而工艺师将目光聚焦于丁桥织机。那个时代可不可能有蜀锦这种提花织机，能用丁桥织机这种类型
来坐一下来看看。参考着丁桥织机，工艺师王继胜打造了一台现代多宗多拧织机，但要织造这款密度超高的几何纹锦，依然困难重重。一来必须要解决每公分240根的这个净力的问题，这个中线每公分要必须要达到60根，是每根丝能穿进去。结果，缝制羽绒服的锦纶线又细，强度又好，被用在了棕片上。每公分240根的经线实在是太密太细了。为了减少过多的断头，要保持织造过程中的湿度。现在怎么样？有问题还照样出吗？就是，其实现在就是断头多一点。增加个加湿器，湿度在80%，然后也好。当时江西的环境，它比现在这比这儿要湿度大。一天能有多少公分？一天在不断头的情况下，能这个5-6公分。嗯，要断头多的话，也就2-3-4公分。用了7个半月的时间，4米长的几何纹锦复制完成。遗憾的是，这台织机还不能够织造花纹更大、更复杂的汉代蜀锦。就在多宗多捏织机的秘密难以破解的时候，2012年，成都老关山汉墓2号墓葬出土了4部织机模型，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为了防止木构件干燥后碎裂，它们被浸入药水中进行脱水，等待出水复原。也许多宗多捏织机的全部秘密会在那一刻破解。时光穿梭，800多年前，随南宋朝廷迁都，蜀地之工将织造技艺带到了苏州，形成了细薄的宋锦。哎呀，我真的是看看也是喜欢这个，这是我们第一个从这个古代的锦帽，我们做松锦，从手工织机再转换到半手工织上的第一个作品。这件宋代长袍是钱小平看着图片，凭多年做工程师的经验复制出来的。若要复制得更准确，必须有残片用来分析组织结构。为了积累资料，他找到原来工厂的门店。真是一个啊，应该说是走通松锦。嗯，哎，对。这个非常典型的登峰脚趾了，一个是凤凰脚趾，外面没有了。外面没有了。只有失传的。失传的。搿只已经失走的。所以搿只弄个这个样本蛮珍贵的。这个八大印当时我也需要的，搿只我们来拍个照片，我们可以把它复原出来。要是不弄个种样本，阿能够帮我一本吧。两本我帮你，我辰光上两本呢，分量不得呀，不得是我下有可能还要今个还要做嘞。如果把要把这个松筋传承下去，对，不能失传也是。那个是有种植呀。时光荏苒，曾经带给世间精致与华美的宋锦，早已尘封于岁月深处。李品德在古意尚存的平江路经营着一家小店。除了丝绸衣物，他也收藏一些零头残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个小小的爱好，有一天竟派上了大大的用场。好多年前，我开门，一看，外面好像钱老师，因为我知道钱老师他是搞松锦研究的，我说我这里倒有几块松锦，我说您来看看。他说那好啊，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宁格斯和如意锦，当时类似于这一块的。他当时一看，他说这个很好啊，他说能不能借我回去研究研究，如果可以我复制一份。我说那您拿去呗。可以啊，我说您拿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复制一块，复制了送给我一块。我给你一块，我复原出，照这个复原出来的。
他开心得不得了，他说哎呀，宋景又复活了，因为市场上看不到这样买的产品嘛，有些地方是乖板纹，有些地方是金钱纹，就各种各样精细的花纹，我自己也是觉得哎呀，我真的也是太喜欢。从此市场上有了断枝上百年的菱格四合如意镜。通过上次那件事以后，自己对宋锦这个残片收藏的兴趣越来越大，比如说后来也找出一些，比如说这种图案啊，都是清末民国的，还有这一块，我想请钱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复制一下，可不可以。它的图案相当漂亮，几字万字纹啊。这是一种市面上从未有过的纹样，复制出来可以丰富宋锦的品种。仔细研究后，钱小平发现这块织物的编织结构并不复杂，根据花样的大小和循环次数，决定幅宽55公分，经线3744根。它经线呢是加了一定的粘度，比较细，那个就是那个粗细了，丹尼尔比较细。外线呢，它基本上粘度很少，很光亮，但是很粗，所以说它那个外线起花的部分很饱满，像绣花线那个味道，跟一般不一样。做好工艺流程后，开始铅金，每20根经线一组，往复绕在经耙的木桩上，经耙宽度是3米。一次绕20根，3744根要绕188次，织25米长的布，铅青者一共行走28200米，这是半个马拉松的长度。用传统工艺制造一匹宋锦，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准备工作做了9天，开始装机。织造宋锦，不必为用什么样的织机费思量。宋代绘画《蚕织图》，绘制着清楚的花楼织机。在花楼织机上，经线的起落不再靠宗片的升降，而用线宗来牵调。有了花楼织机，织锦进入了围锦时代。我们如果是仅仅是局限于经线写花的话，它是受限制的，因为这个经线呢，它要经过好多好多道的工序，把它嵌到这个织机上面，变换不方便。最多我们用金镶的4、5颜色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到了外界显花以后，我们就可以变换，很方便，变换梳子用不到去变换这个经线。好多颜色织在一个袖口里也行，不断的换颜色也行，而且能满足人们丰富多彩的要求。那么，围锦与经锦的织造有什么不同呢？钱小平将图案画在一张布满格子的纸上，经线对应纵格，纬线对应横格。织工根据纸上的图案，将每一种颜色所涉及的经线进行分组，以使它们共同起落。有多少颜色，挑多少组，这样不同颜色的纬线穿过，共同组成一排横格的花纹。这就是传统的挑花结本。上机后，将花本与提升经线的嵌线相连，此时拉动代表纬线的耳子线，嵌线就可以提升相关经线。制造时上下配合，一人坐在3米高的花楼上挽花提宗，一人引纬织造。宋锦在织造前已经将经线沉浮的程序储存于花本，织造时纬线要严格依图案穿插，颜色不得有误。
说出来。现在这个问题有点这个色彩上的问题。嗯，这个梗子啊，嗯，跟那个叶子啊，几纹的这些叶子都是青色的，从原件上看。嗯，但是这个下面，这个下面你看变成浅色的。嗯，这个梗子也是浅色的，浅的，叫到这做定位。哦，这个是深的做定位。我们要做到色花组织都要跟它原件相似。嗯嗯，可以，啊，可以，正好一模一样，是吧？嗯。成语活色生香来自于宋锦的织造，每一种花纹循环出现，工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它的颜色，让美在心意中穿梭。乾隆二十四年，苏州画家徐阳绘制的姑苏繁华图上，昌门内外丝绸店铺多达14家。花楼织机的使用将复杂的织锦工艺分解，操作变得简单了，更多人得以进入丝织行业。苏州的桥多，当年织工们站在桥上等待被雇佣，称为站桥。中国人还沉浸在织锦带来的繁荣中。1799年，法国一个名叫贾卡的工匠，根据中国古代挑花结本织机的原理，创制了直孔提花机。用纸板凿孔，控制顶针穿入，根据图案提升经线。在提花机上，无论多么复杂的花型织造，都取决于经线的提或不提，犹如计算机编程中的零和一。可以说，中国的丝织技术最早运用了编程原理。古代工匠的智慧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超越着时空的阻隔。100多年后，能够操作手工织机的织工又变为难得的技术人才，他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走过前辈站的桥。李品德将原来觉得不起眼的残片摆到店里显要的位置。今天我来讲，每一个都有用，我要把它增长起来，还可以做分析研究。繁华从未落尽的苏州有许多的美，在钱小平眼里，最美不过宋锦。他走遍长街短巷，寻找那些丝绸残片，以自己所能为苏州锦上添花。苏州人的守候，让我们在后工业时代体味着手工制作的美。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时装发布地，被誉为时装界的金字塔。2013年，劳伦斯许作为第一位亚洲设计师，携他的绣球系列踏上了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的 T 台。世界时装界在惊讶中认识了云姐。十几年前我又一次看《红楼梦》，然后是查那个曹雪芹的家族史的时候，发现他们三代为皇家制造云锦。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就去了南京云锦研究所，他们说他们在申遗，我说我要把云锦带到世界上去。2015年7月，南京云锦研究所携手劳伦斯许参加米兰世博会，员工们正在制作参展的作品。将西方的立体剪裁与传统的面料相结合，是劳伦斯许创作的最大特点。对于传统花色，他会用到极致。为了不破坏图案，裁剪时留下完整的金鱼，再一针针缝合平整。
中国人是天生具有驾驭力的，我们中国人就能够把很多颜色放在一个上面进行制造，比如说红和绿在一起，然后他认为这两个颜色是极然不同的，然后就可以完全跳得很高。然后那么他们会把黄和紫明度和色相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在一块绣，而在其他国家不是的。你发现西方国家的很多大礼服都是单色，红色就是红色，绿色就是绿色，而我们中国人天生就那个对色彩有一个天生的敏感力，我就把琳琅满目各种色彩都混在一个料子上。云锦追求竹花异色，花的纵向横向排列都在变化，老艺人把这叫做跑马看妆花。织造云锦采用了新的技术妆花，妆花时负责显花的纬线不再贯穿到底，而是用绕有各种不同颜色的纬管对织物上的花纹做局部的盘织，这称为通经断纬。荤素相间，竹花异色，就能把整个和面织得千变万化。第一个是红的，第二个是绿的，红绿就是荤素的关系。现在还能知道一点师傅教的口诀：水红、银红配大红。古代呢，这个配色呢都是比较还规矩的。他做的东西都是比较看起来就像一个人说话一样，很地道啊。他们用他那个方法做出来的，就是很本分、很地道啊，挑不出毛病出来。云锦妆花织物的配色浓而不重，艳而不俗，是由于它巧妙地运用了色韵的装饰。所谓色韵，就是将图案中的重彩花用渐变的色调调和，里深外浅的叫做正韵，外深里浅的叫做反韵。妆花的极致便是龙袍。1958年定陵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龙袍和袍料数件。文物专家在这些袍料的腰封上查到它出于江南织造。受定陵博物馆的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了3件妆花龙袍匹料。那时织了6年云锦的周双喜参加了龙袍料的复制。织龙袍的难度呢，就是因为你一年时间嘛，一年时间织下来，因为春夏秋冬，因为丝的这个张力都不一样，因为气候不一样影响，你不知道你的手打得紧还是松，那么下来如果拼得不准的话，那这个袍子就没有用了，就废掉了。那过去是要杀头的，1公分它是多少松，你一定要控制死，哎，那么误差只能在1公分里面。今天的服装制作是按照一定的尺寸把不同部位裁剪出来，而后缝制成型。但龙袍却是按照领、袖、前后正身等部件进行整体的图文设计，并一次织制成型。缝接时要求精彩，花纹衔接的严丝合缝，浑然天成。30年后，周双喜依然负责定陵龙袍的再次复制。为了避免织造过程中张力不同的问题，他研制改装了双人织机，2片袍料一起织。他们编找到我的时候，那么我们觉得不谋而合，说就是以龙袍这种形象，希望大家看一个龙袍不需要去博物馆，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成最现代的一个时尚流行元素。于是我就把这个衣服真真切切的抵达了戛纳。为米兰世博会的设计已经到了模特试穿阶段，这时的设计师以锐利无比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作品。这个撑子必须去掉的，需要把它去掉。这边要起来，你只有把那个下摆变大了，它才能够变得腰更细一步。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了公主状，好吧？嗯 ，OK。劳伦斯·许对云锦有着精准的把握。
为范冰冰设计的龙袍被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这件金云锦被国际媒体评选为2013年度全球最奢侈15件服饰之一。在她手上，时尚与富贵完美对接。云锦的贵重不仅由于织造的繁复，还因为使用碾入了真金和孔雀羽的丝线。制作金线要把一片黄金经过3万多下捶打，变成薄0.1微米的金箔，薄到人的体温都可以令它卷起，再把金箔粘在一种特殊纸张上去切割。整个工艺的关键是那种特殊的纸张和粘金箔的胶。所以呢，我们呢就是知道这个寸金寸金，你也不可能为自己啊去做一些。我干了这么多年，我家里面没留一副云锦。所长就讲说，你搞了一辈子云锦，你女儿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你女儿穿上云锦的衣服。哎呀，这句话讲的我还是比较感动的啊。后来我女儿结婚的时候，那么手里面就给我女儿穿了一件云锦的衣服，然后穿完了以后，我准备还，他说算吧，留给你女儿做个纪念吧。他很高兴，也是对我的一种褒奖吧。好，一晃外孙都已经6岁了。孩子生日这天，一家人要拍张全家福，依然是到所里借了云锦的衣服。哎，爸爸，你看这件怎么样？这个还可以，就是穿了以后漏的太多了。啊，漏的太多了。我觉得还好吧。那就换一件吧。那件太漏了，这件应该不太。这件比刚才那个还稍微保守一点，保守一点。这个是老爸专门为你织的。我怕扣不上。你能不能量身定做的，怎么能扣不上呢？爸爸是吧？觉得这个穿上去好像像皇后哎，现代的皇后。但是皇后没有戴眼镜的。云锦在家国的兴旺中传承，巨幅制作万寿中华，又将在双人织机上完成。2015年7月，米兰世博会上，劳伦斯许以山水成林为主题，制作了37套云锦服装。除了美，云锦还昭示了古老民族另一些内涵：智慧、勤劳、温厚。贵州大山深处的耿老木和村民们穿起节日盛装，用跳芦笙来庆祝插秧节的到来。江南的乌镇，美国著名装置艺术家汉密尔顿用传统织机做了一个现代设计，名为机机复机机。随着织机开动，舞台对面的包厢里有人拆着旧毛衣，观众可以取些线织进布里。汉密尔顿用这样的设计诉说着编织是人类的母题，在错综复杂的织物中贯穿着人对于艺术、对于美的理解和追求。